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아마냐 도풍 다이 确实还行。美女生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。난언제나최고지。瞒着多拦截，我们也多拦截。一楼是中单吧？应该没错吧？他们家鳄鱼中单。瞒着这么恶心，怎么打呀？瞒着，你看呗。瞒着这么恶心，我不感觉瞒着恶心，我感觉瞒着还挺好的。我个人感觉瞒着好像不太行。你看他暴击了两下，他都打不过我。我个人感觉瞒着好像不太行。来个一瓶药，加上一个小饼干，下路让人双杀了，不应该呀，下路。下路怎么会被双杀了呀？虚弱也没用，扇着妈又没控制，关键是。这人拼脸没拼过，那咋的呀？他还35暴击，爆我三下呗，还。他再拼脸，他还能爆三下？应该也不行吧。还好塞拉斯带的是传送，可以接受。先摸他个肚层。他怎么四级呀？哎，凭啥他四级呀？我兵线推进塔的，我还把他给单杀了，他为啥他四级，我三级呀？是河道泄了，是吗？先让他 A 两刀，这人也不打我呀。他就安心的补兵，好短啊。
真的短。拜拜。你以为你能打过我，小伙子？这加血可以啊，把这饼干卖了。哎呦我操，快点上线啊，怎么回事，怎么一卖卖俩啊，又出来一个，我这多钱了一下。没闪现他还真打过了。那我爸要是王健林，我在这儿跟你直播呀。哎，打个肚疼。为了，其实不给他机会，我们可以直接小反甲。上路塔皮吃一场。还有大，就算了。来一层塔皮，看他什么时候跟我拼。真的不给他机会，直接就小反甲。那咱就来个小反甲，直接让他没有机会，一点机会就没有。他现在想杀我，除非我掉线了。我一百护甲加被动，被动最大应该是40，一共140。他一个小暴击手套。打我都不掉血，给我一顿刮痧。但是队友好像是顶不住了。哎呀，刀锋打野是真坑人呐。把这打了嘞。走吧，别死了就行。
何道谢没法吃，刚才我兵线过来了，我只能去推线去。你看我没掉血，别让他打，让他打那塔会打我们啊！有个蟹可不好办，慢慢发育吧，看他用不用意啊，用意这波能杀。 这瞒着这个英雄，只要有个小反甲，就是个屁，比猴还怕小反甲，你知道吧？不用点烟啊，我怕我一个 Q Q 不死他，他再回来一波血。 他再回一口血，再打不死，能打。飞了走，可以。 这不无敌了吗？这呀，嗯，鳄鱼呢？鳄鱼没在，咱们再推一波啊！再创一头。 家已经有点无敌的那种感觉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寒冰打我，鳄鱼打我，都是刮痧。这塞纳呀，一顿点呢，没打掉血。这波上去收一小波，然后下来，因为这波有炮车，算了，不收了，直接不收了，我直接过来打小龙。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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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来打小龙。AD 是没点大招还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没大呢？来包他们，过来这波没视野。nice 怎么能有个瞒着？扇着马死没？刚才扇着马好像死了，可以打，可以打小龙这波。 死的惨呐！
把小龙打了，把小龙打了，快快快快快！赶紧去拿小龙。我知道艾克过来了，我就故意让他来，知道吧？哎，故意把艾克引过来，然后这条龙我们必拿。这位置不太好去，可能艾克在这儿打。没打。在这里。네여자분이제시작이야你不要啊，给 AD 吧。这 ADC 带把无尽，我感觉他拿个红应该也行，一会儿给他。艾克百分之百搁这打峡谷先锋，没办法，这只能让。1433。这波他们团灭，完了，太闹了。还行。哎，我发现塞拉斯好像挺克蛮子，他偷个蛮子的大，他不无敌了吗？他是真无敌。他要干啥呀？来，吃两口屎。没有大，稍等一会儿。这蛮子老得上路，这偷塔我有点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还放个蜡？放放吧！我刚才200护甲，你们看着没有？200护甲，来小龙，刀锋可挺肥呀。来小龙，来小龙，快点来小龙！
可以干，我到了。包他们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就杀的鳄鱼，没打吧？这还能打打大龙吗？我感觉费点劲吧。我过去看看。我就寻思他们两个人还能去打大龙吗？那寒冰装备还不至于俩人能把大龙给拿了吧？中塔是不是得推一手啊？我们都打了这么半天，中塔推不掉。还真不太好推。能不能给大龙插个眼儿，老妹儿？啊，能不能跑过来给大龙插个眼儿？这大龙怎么就一直就没有眼儿，是怎么回事呢？俺们家是没有辅助，是什么？还是怎么个回事呢？这蛮子要出三项啊，啊，四十减西地，还可以啊。都蓝剑卖了吧，要不？这个好危险啊！谁插的眼这么阴险？插大龙旁边。他们也没视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也慌，我发现了。其实这波我不想让刀锋过来抓这个蛮子，所以我故意早点出来，我没有办法跟他勾留，你知道吧？我故意早点出来，我让他别来。太追呀、啊！这怎么晕着我呀？啊，完了，刀锋还死了！我的亲娘啊！要老命了！哎，不是，这艾克怎么晕着我的？他晕完我再回去的呀？兄弟们，爆炸了！虚区爆炸了 ！ADC 给点劲，漂亮！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！算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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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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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了！小龙，小龙，准备小龙，塞拉斯还是可以的啊。哎呀，我天哪！本来我以为刚才我们家要完了呢，还行，还行。
憋死了，咋又干起来了呢？我死亡之舞啊，消停会儿吧，兄弟们，消停会儿，消停会儿啊，消停会儿，消停会儿，求你们了。给了吧，给了，没事，给他们，给他们，给他们，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不要，我们先不要了。来，等一会儿人儿，好吧？我现在已经无敌了。我说了，我无敌了。大龙吧，走，大龙，你们大龙，我中推，中推好像不行，我们去推上吧。我把上路二塔推了。让寒冰先手我们，不先手啊？我先让他射我一手，我再骗他个蛋。反甲已经没用了，猴哥这波有我一半实力了，行，我打个红，去团吧，我就不升十六了，一会儿再说。身上倒没什么实质性的大件儿，都是小件儿，我还可以出一件装备，只要把这小反甲跟那提亚马特都卖了。不行，咱就杀扇子吧，对不对？一波，哎呀，这就是 ADC 嘛，一波拿下，这把多的不说，完全靠我们赢的。就只不过是 ADC 被抓那波，然后大龙靠了一波塞拉斯，一共两波，一波靠塞拉斯，一波靠我们的。